这是我们家楼下的这一个菜店，我看看他那菜，是降了还是升了呢？今儿个是周六，他们都说啊，那菜价特别贵。我呢，就是过来看看。黄瓜6.8，精品黄瓜4.99啊，这样，天哪，黄瓜是降下来了。您今儿的菜是不是价钱回落点了？降下来，啊，降下来了，比前两天降多，降多少了？前天能降个太棒了。哦，你这黄瓜怎么卖呀？黄瓜，嗯，黄瓜4.9。啊，黄瓜4.多了。前两天说的黄瓜8.多钱呢。来，我来讲。罗马生菜4.5，快菜3.99，小白菜3.98。这菠菜、韭菜还有茴香是5.5，芹菜2.99，空心菜、苋菜、油麦菜。白布老7.8，大扁豆4.99，这个尖椒4.5，柿子椒3.98。螺丝椒5.8，螺丝椒特别辣。这个是胡萝卜1.58。来看看这边，今儿个视频就分享到这儿，请您关注北京三家行。